输紧一分，赢咗有丢字打，输咗咧就冇得打，变咗3-1啦，19-10。好，丢字，有丢字打。咁都冇驚。未知啊，只一分咋。唔知得噶，好嘅，赢咗一分，唉，唔争就赢多分啦，唔争就赢多分啦，佢惊你先。12-12，再丢，冇底佢。点解？系个姐姐先。啊！要丟幾多次啊，大佬？而家輸緊，盤數輸緊2-1，1-2。掂啦，掂曬，2-2，仲有一盤勝負。